各位同学好，我们来看代换积分法的例题。试算出积分 sin x 三次方 cos x dx。好，它的积分值呢会是多少？好，那我们来看哦，这个积分函数呢是由 sin 三次方跟 cos x 所合成的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知道，这没有办法用直观的方式呢将它的积分值计算出来。因此呢，我们就要利用代换积分法来做计算哦。好，那可是问题来了，我们要令谁为 u 呢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是一个落单的，这 cos x。好，那 cos x 跟 dx，有可能会在一起，对吧？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假设的时候呢，我们假设 u 等于 sin x，好，做测试看看哦。所以我们令 u 等于 sin x 哦，好，那也就是说 du 呢等于多少？cosine x dx 哦，perfect，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cosine x dx 也刚好对应了，那因此哦，我们假设是成立的哈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开始做计算了哈、哦，令 u 等于 sin x 则 du 等于 cosine x dx。好，在这没有问题，所以呢，我们原式呢，积分 sin x 三次方 cos x dx 呢，哦，它可以改写为多少？好，cos x dx 刚好是 du，那 sin x 三次方哦，就是 u 的三次方，好，就变成积分 u 的三次 du。好，次幂加一取导数，次幂加一，所以呢，就变成三加一。四取导数是四分之一，次幂加一，三加一是四，所以变成四分之一 u 的四次方加 c。好，不要忘记哦，这个 u 呢，它是由 sin x 所假设的哈、哦，因此最后呢，要把 sin x 呢再代换回去哦，变成四分之一 sin x 四次方加 c。好，到这里呢就结束了哈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一题的答案呢就等于多少呢？四分之一 sin 四次方加 c，好，这就是我们这一题的答案。看一下有没有问题。